曾听你泡姜精油消水肿，刷修容饼修饰美腿。凯沃第一届梦幻之星冠军曾听你刚成为模特儿时，因为腿型不够纤细，曾经被取笑为上腿名模。从此他努力改善腿型，现在总算拥有一双修长纤细美腿。我们来看看他的秘诀。其实我觉得女生很难维持身材的地方是下半部，就是屁股跟大腿。开始洗澡的时候，洗完澡我都会先泡澡大概15分钟，然后我会在那个洗澡水里面加姜精，就是有姜的成分的精油，因为它可以舒缓腿部的不舒服。然后在睡觉之前一定要抬腿，可是通常女生就只是把双脚就是抬在墙壁上面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这是我一个朋友教我的，他说你要拉腿部的筋，把它拉开，你才会瘦。所以当可能抬个10分钟之后，就要开始拉筋，就是把脚张开，然后张到最宽最宽不舒服，然后再回来。除了泡澡拉筋，陈婷妮还有瞬间让腿更纤细立体的小秘诀。所以在上场前，我们会噔噔，这是乳液啦。我们会在全身上下先涂抹乳液，因为可能我们在后台啊，就是吹冷气吹很久，肤质看起来会比较干，然后我们就会涂抹乳液在全身上下，边边角角的地方啊，远远看起来也会有那种修饰感觉，腿型比较修长。女生一个很性感的地方是锁骨。所以我们会在锁骨这里也都上一些亮亮的东西，可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你要上之前呢，是只能涂抹在就是骨头凸起来的地方，都是要走直线或横线的方式，不可以全部都涂抹。然后还有这些地方，然后手指。想在夏天中露出修长美腿，不妨试试看陈婷妮的美腿妙招喽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